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永冠前朝》，我是永哥黄永文。今天12月14号，礼拜四，我们看大盘指数，大盘上的184点，各位有没有符合我跟你说的一个情况？量大于前三天，黑棒收红之外，它就直接往趋势盘去走了。果然没有错，我只 delay 了一天，它今天就发动了。所以我没有提前跟你说什么时候发动。所以发动的时候，其实我应该都感觉得出来，它会即将要发动。那发动完了，就慢慢的往上做上涨带动吧。其实来讲，它就比较不会是轧空盘。那台币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大个股来讲话 ，FED 四处降息多是鸽派的信息后，激励国际股市强涨，加上 FED 的职责是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中发展，让台北股市跳空突破的反压17500点，大盘在资压互换之下，预期压力变成了支撑，持续创高。什么叫资压互换？就是说之前的压力变现在的支撑，那就是说，也就是说之前的17500多点的压力之下，现在变成支撑的。那慢盘势的话，稳稳的往上涨的时候，是对多方有利的。而且各位，外资买超了388亿元，是史上第七大买超。你认为这个盘会跌吗？外资既然能够在这个时间买那么多的股票，我认为这个盘势是多方控盘。但是你会觉得说，整个盘势来讲的话，个股怎么表现不如预期？最主要是因为遇到前方压力，很多的遇到的之前的套牢的朋友，可能这时候会把股票卖出，所以会卖压比较大。那未来呢，我觉得走势来讲话会温温的往上做上涨带动。如果你的股票是强势格局的话，它依然的会往那个趋势往上去做上涨的带动，非常的重要。好，那 FED 降息时间全球寡不，最新利率出炉的话，预期明年3月开始降息。那降息的话，热钱又要引入了股市的话，认为来讲话，整个行情还是趋势不错的。但是我总是认为是说，它一直在放利多，放利多没有错，很多热钱流入股市。那重点说，未来如果真的是外资反转的点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台币来讲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整理格局，受到联储会放鸽的影响，新台币兑换美元狂升2.5角，兑换今年新高。加上联储会暗示明年有3次降息的机会，代表升息的循环结束了，央行不会放任新台币升值过快，否则将会冲击经济的复苏。所以我们跟你说，如果升值过快的话，对有些产业是影响的，比如寿险业这方面会损失比较大。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说，它为这个整理格局，它顶多贬值一下，还是往持续的往升值的路上去迈进。所以我就已经讲了非常多次，它其实整个盘态来讲话，我跟你分享的非常清楚，在大盘指数来讲话，在台币指数来讲话，我跟你分享的非常清楚，是不是这样走势？所以我在外来讲话控盘，我是属于操盘控盘论多空的一个分析师，在一个转折点里面找到一个趋势跟方向，它自然而然的它就往着趋势去往下走，这非常的重要。好，那你还记得吗？我昨天跟你讲过，这个11月17号礼拜五，我们10点30分买进神机3005，83到85元。11月17号的时候，各位恭喜狂贺神机3005挣的9元，亮灯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续报即可大波段操作。那当时我买进去的时候，11月17号的时候买进去以后，各位收盘涨停板。11月20号的时候，各位9.9%。好，当时我跟你讲什么利多？神机是发散格局，收尾电动车产业大幅增加之下，车用占比为神机营收比重占达25%，为神机带来良好的动能。预估今年整体车用将有20%多的成长，下半年有不错的成长机会，明年成长可期。那神机呢？各位9.50%创下新高，11月21号、11月22号的时候涨幅稍微还好。11月23号之后下跌在5.5%，还好。那11月28号呢？上涨了1.68%。好，那么我们昨天有买进，我跟大家分享完以后，12月13号礼拜三有买进神机3005，停损有把它设好。所以呢，今天各位神机的话，一盘中
接近到涨停板，最高到涨停板。所以我有没有提前跟你预告？有，我有提前跟你预告。所以我昨天的节目来讲话，我都有提前跟你预告。我想要操作什么股票的时候，我有跟你预告。所以我 Light 有跟你预告。其实股票会涨，就是几个小小的原则而已，是不是？微笑转折里面找到一个方法，它每只会涨的股票，其实都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其实很多档股票应该都看得懂，到底要不要操作而已。因为有时候是比较股本比较小，成交量比较小，没有办法带客户去操作。否则的话，如果成交量大的时候，其实很多档股票其实都可以操作。基本上来讲话，如果操作对的时候，它自然而然的它就有一个趋势盘产生，这就是一个操盘控盘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看这边，当我们12月11号的时候，各位有买进至上812挂买进，群主是61元。那至上呢，各位？什么利多呢？12月11号至上，受到三星 CIS 元件调涨，加上智慧型手机等终端需求回温之下，明年调涨 CMOS 影像感测器。好，至上呢，12月12号0.87%。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12月13号，各位上涨了3.77%。好，我们跟你说，至上呢是 IC 通路的标股，812至上，绩效15%，一张赚9400，十张赚9.14万，所以很多档股票的话，其实它都是一个上涨幅度的话，就跟着上涨的趋势去操作就好了。就我们看一下8112的至上。好，现在讲话还是持续稍微有点过高，所以很多档股票是不是都微笑转折？我表演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看这边，只要看到趋势往上涨的时候，其实你都每档股票其实都这样操作的话，你都可以享受到一个标股的乐趣。所以我其实我的股票很多都是标股，都是近期来的比较标股。我比较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是金利科，它一直飙上去，没有错。之前的华新科也是一直飙上去。很多股票来讲话都是在我们节目都有公开分享，这非常重要。华晨也是公开分享，所以很多档标股都是在我们节目里面有公开分享，这很重要。为什么？给大家知道说，其实你要找到一个操盘控盘的一个分析师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来讲话，这个市场上应该很少见。当然讲话，我表演给你看的目的就是说，我也知道说你们喜欢标股，那我跟你大家分享的是都是一个标股的一个形态。OK， 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说，哎，相信所见才能得到力量，改变你的习惯才能扭转命运。或许有时候在操作来讲话，你不一定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强，但是来讲话，只要遵循这个小小的 SOP 的原则，如果是多方的时候，多方式控盘，那控盘的话，如果真的是拉回找买点的话，也是持续过高。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忽然买到的时候不如预期的时候，它往下拉回的时候还是可以过高的格局。所以很多档股票，其实股票来讲话，只要多方的维系外资的这个强势的族群，我认为很多股票都会持续的过高。就是但是要稍微等待一下，因为你的老师不可能每档股票一买进去就是飙，有时候让你等了2个月以后才飙，但你受得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有时候是因为成交量的一个配合之下，才有办法成为一个飙股的状态。 OK， 好，那所以看一下这边，所以昨天跟大家分享，各位三股票，高阶智慧手机回神，然后呢，切下去再突破近期的新高，在日线来讲话是这样子，那么在周线呢，各位，来周线来讲话是打一个大底，那趋势往上走了，即将未来会喷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各位收敛的尾端看到了微笑转折，这支股票如果欢迎来索取，有兴趣来洽询，你要来拿，才有办法享受到一个标股的乐趣。所以很多档标股其实都是在每一档每一次时间线都不一样，我跟你分享过了，标股都常常出现，但是你要抓到标股那个切入点真的有点困难，你要找对老师是非常重要。所以各位你还记得吗？我们之前的工商五株这个地方有出现了6204的爱华，我们有跟你说过我的股票你要拉回找买点，果不其然真的还有两只涨停板，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各位11月27号是礼拜一9:16买进爱华6204，停损设98元。11月27号的时候买进空喜黄鹤爱华6204，挣了9.8元，亮灯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续报即可大波段操作。当时11月27号的时候，各位涨停板，当时我跟你说爱华呢是发散格局的被动元件厂，第三季营收表现优于预期，在睽违四季后重回1元以上。所以跟你分享说爱华呢 4.12%， 11月29号各位 6.6%， 当时爱华说要处置股5分钟有机会再创新高、哦、我当时有跟你说了，12月1号的时候爱华下跌 2.08%，
隔一天呢，各位，爱华下跌而已 ，OK， 没关系。那今天呢，12月14号，爱华呢，终于又涨停板了。所以我没有跟你说，我的股票要拉回找到买点，我总有跟你提示过了。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有提示给大家，各位，今天来讲话又过高了，又咻涨停板，有没有？应该有。所以我没有跟你说，真的还是蛮标的股票。所以我的股票很多来讲的话，都是之前的标股。如果你有兴趣，这非常重要。找到之前的标股，找到它之前的回档的时候，什么叫拉回找买点，跟大家复习一下。各位在上场过程之中，我跟大家会分享这一段。那回档过程之中，它有稍微量缩的时候，特别跟处置股来讲话，受处置股过来讲话，量出来的时候它就喷出去了。所以有时候喷出去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是微笑反转折。哎，真的嘞，还真的每次转折我就往上走了。所以你只要接受我们这个小小的方式操作，每档股票来讲话 SOP 的操作，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这操作来讲话，你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除非你要往下操作，往下操作是另外一个方式，但是往上操作的话，基本上来讲微笑转折就可以供应你所有的一个资产，就是一个金融商品，每个金融商品都可以用，不论你的期货指数，不论你的一个黄金商品，不论你的股票，其实一概适用。只要你学会这套方式，我认为你要赚到钱应该比较容易。但是你先把你停损点设好，这非常的重要。好，各位，刚才操盘来讲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操盘的秘诀说，微笑里面出现转折，出现那个发散格局。短线呢，都可以赚快钱；长线呢，可以赚大钱。这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常出现一个微笑转折的时候，就知道说股票要涨了？因为股票的密码就是在它的一个微笑转折之中。转折找到对的时候，自然的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发散格局。发散格局找到的时候，你就可以赚到这个20%到30%的利润。这非常重要。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说，掌握的趋势，你可以翻转你的财富。你先把你的多方股票先掌握住，翻转你的财富。虽然来讲话不一定每档股票真的有你预期直接往上飙，但是来讲话，如果时间稍微等一下的时候，它还是往上飙的。我想在台面上的老师不可能每档股票就是说跟你分享完以后就直接飙的，这个非常非常少，除非他用追的。我跟你分享过了。所以各位，投资是一种思维，你要勇气加入我们的行列，这非常重要。你要行动力才会成功。所以来讲话，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股票的话，其实我们来讲话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各位，而财富就会自然来。当然讲话，为什么叫你做坚持做对的事情？你千万要坚持在股票市场要坚持做对的事情。或许有时候是说你股票不强的时候，你要稍微等待一下，它自然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持续过高。毕竟就像是多头的格局，而且外资买超这么大量之下，我认为持续过高的机会非常非常大。但是来讲话，你要选对股票，选对老师，这非常重要。好，那你还记得吗？当时我跟你提醒过，哎，联发科啊 ，OK， 辉达核工车用出海口，联发科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哎，外资看到1200，那现在多少？我看一下这边，我跟你说都到四位数吧，对不对 ？OK， 现在最高点到969了，有没有？其实来讲，我都有跟你分享过，这种股票其实你稍微报一下，可能四位数就会到了。所以我之前都有跟你分享过，外资看到1200，我看到四位数，所以我都有提前跟大家分享。其实操作股票来讲话，我都有提前跟大家去做分享。为什么？因为你就知道说它的未来的趋势跟方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自然而然，它如果真的出现这走势的时候，多方控盘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到达那个目标价，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好，那我看这边好。你还记得吗？我们工商五狗有跟大家分享的6127的九豪被动元件，你要知道吗？我们九豪买进的时候，恭喜狂贺九豪6127挣的2.85元，亮灯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续报即可，大波段操作还会续涨哦。我们有说拉回，各位，九豪呢发散格局，收费车用订单成长，加上车用电阻、电动车 IGBT 需求畅旺之下，有机会挑战近期的新高。11月20号的时候，九豪9.92%；11月21号的时候，九豪是下跌，稍微下跌；11月24号的时候，九豪9.93%。好。当时九号跟你分享说，哎，发散格局哦，被动元件的标股，我跟你分享，绩效18.16%，一张赚4800，10张赚48000。11月27号的时候下点大概6.33%，那最近12月14号呢，今天又涨停板的9.89%。我们看一下6127的九号 ，OK， 好，有没有看到我们？我想要去卖掉完以后拉回找买点，今天又开始又涨停板了。所以很多档股票都是在我跟你说的，你要拉回找买点，就是一个多头股票的定义。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谢谢各位。
还在看吗？三三三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三三三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富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我想担任国民法官，但我不在的话，谁能照顾我们家小宝呢？没烦恼了，为了让你安心参与哦，国家会提供临时托育哦。那妈妈可以安心的当国民法官了呢。对了，还是那有酒让我分一点好不好？五碗五碗，谢谢。国民法官需要您一起参与。我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几个概念，我看这边各位，危机就是转机，你还记得吗？在大盘跌破16000的时候，我约来约你说，各位，好，没关系，大盘来约你说，他就直接输一个多方格局，在跌破16000的时候跟你说，他突破，我们看这边来，大盘来讲话，各位看这边，好。它跌破16000的时候，我们跟你说，三天的高点要突破，成为一个转折点。第二个，三点不破低，一个转折点，然后一个长红棒 K 线，这个是转折点。这转折 K 棒出现的时候，它就一个直接就做一个多方格局。我没有跟你说，我真的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在转折点里面，你听我节目的话，我应该有常常说这一句话，而且讲的非常的清晰，没有任何的含糊，跟我们的一个跟大家交代。最后它涨的过程之中，我跟你说这边涨了600多点，然后这边涨了600多点，这边是一个满足点，有没有？所以我跟你讲说，这根 K 棒是满足点，它要休息了哦，休息了，休息完以后就进入盘整阶段。盘整阶段的时候，这时候 K 棒，我要跟你说过，昨天突破17258的时候，这个点位的 K 棒，这个 K 棒就是关键性 K 棒，它就会往上的做一个趋势带动。所以大盘来讲的话，我解得非常清楚，跟大家直接分享，这就是一个操盘的态度跟一个方向性。但个股来讲也是一样的动作，也就是说每张股票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去操作的话，其实你可以想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获利的感觉。那就跟他分享说，哎，危机就是转机。他跌破万六的时候，我有约你来说，哎，参加我们的行列，年底前最后一波的行情，财富翻倍的计划，没有错。很多的时候我都跟你分享过很多好的股票，从我一开始比赛，在工商时报比赛之后，其实每个时期都有一档股票或两档股票成为一个标股，通常就是成为市场上的焦点，没有错。那其实操作来讲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过了，它就是个多方控盘的时候，就以多方操作为主。其实你可以想到一个控盘的一个乐趣，而且想到一个赚钱的乐趣，这非常重要。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说，哎，赢家的三个要素，第一个你要有耐心，股票你真的要等来的。在经历科来讲话，我印象很深刻，等了2个月后才喷出，所以你要有耐心去等股票。有时候股票或许是因为会期的关系，大家忍耐不住说没有办法那么久，但是股票在飙的时候，我都有提醒给大家，你要有信心跟对老师，这非常重要。你老师要信，你要有办法跟对老师的话，才有信心去操作股票。你要有决心，基本上你在金融市场操作来讲话，你要有决心，就是你要获胜，你要获利，基本上要有时间的一个调节度，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每一笔资金进去的时候，你都可以把把的赚。这样子的话，如果这样就非常的困难，也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失常的时候也很正常的。你如果
你赢了8次，输了2次，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也就是说，在操作过程之中，你一定会受到一个小小的损失，能够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行为。你不可能每每进去的时候就是十笔赚，就非常非常少，除非你就是非常短线操作。也就是说，什么叫短线操作？你就当冲操作，你获取的股票一买进去以后，过了几分钟就砰就出去了，就很快。那可能当中操作有机会把把赢，但是来讲的话，我认为如果是个趋势盘的话，你有时候要忍耐到它有时候拉回的时候，在持续向上走的时候，维持多方格局的时候，就以抱的股票为主的话，或许它赚的利润会比较大。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好，那如果各位你看这边。如果喜欢老师的朋友，各位加入我们 LINE 好友，将会有第一手消息分享。加入 LINE 成为永哥的好朋友，这边荧幕上有 QR code， 你可以成为永哥的好朋友的话，或许如果有好的标的物或什么讯息的话，会直接通知你，这非常重要。因为你来加入我们的行列的话，其实可以享受到很多标股的乐趣。你不会觉得说，哎，我的股票都非常标，什么都没有跟上。就像我跟你分享过的，标股最重要是它的切入时间非常重要，有时候非常短暂，有时候进去以后咻就涨停板了，你也追不到。后来隔天又涨停板，后来又涨停板了，其实你追。不到，所以有时候你要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我们看这边，锁定主流爆发的股票，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各位，你知道主流对的时候，其实股票就会爆发。其实我知道很多股票都很，这是属于爆发股票。但是你要记得赢家的三部曲，你要记得你要事先的预告。我们有事先预告你，有很多股票我都有事先预告你，有没有？事后的印证都有。印证其实你要怎么买怎么卖都可以，你还记得吗？获利来讲的话，你随便卖都其实都是可以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感觉，跟上赢家的脚步，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都有提前跟你分享说，哎，什么股票，什么大概什么价位，跟大家分享。然后后来它真的是往上飙，飙得非常非常快。你还记得吗？3228的金利科，其实我在低档的时候就跟你分享说，哎。低档的时候跟你分享说，哎，130几都分享完，持续飙，所以很多档股票其实都是一个属于一个相好的标股。譬如看我们那边，就最近比较夯的应该是6239的历程，其实你也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标股。其实你用微笑转折去看的话，每档股票其实很容易看得到。我们看这边。还真的呢，这个股票还真的是标股呢，所以你几乎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只是说到底要不要去跟大家带操作而已，所以这非常重要。很多档标股其实你眼见是为凭操作，这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眼见是为凭操作？因为股票来讲话有涨有跌，尽量能够趋势完成的时候，它成为一个飙涨股的时候，操作的时候你是赚到比较好赚的那一段，跟大家持续的追踪。好，当时我跟大家分享说何谓集团作战吗？美元11月到12月的年底行情，挑选产业未来有题材、具有基本面的支撑，股价才有表现。当时我跟你说，华新丽华集团、被动元件及电子保护元件事业体、PCB 印刷电路板、EMS 电子代工的代工服务、IC 封测及封测试的服务。我跟你讲说，2492的华新科跟我们的嘉邦，我们上来看一下，一辆汽车呢有1000到2000颗的被动元件。一辆电动车使用被动元件的数量有高达5000到10000颗，车用被动元件未来的成长趋势将相当的强劲。我跟你说，华新科2492，国内被动元件的二哥，晶片电阻占全球市占率有19%，仅次于国巨2327。MLCC 是基石逃生电容，全球市占率有10%，与国巨并列第四。当时我跟你说，哎，华新科是发散格局，受惠 Meta 新机热卖影响，零组件价格飙涨，第四季营收获利渴望创下新高，加上新厂房投入，获利有望成长。那华新科呢，11月29号的时候。9.84%，11月30号的时候下跌2.15%，12月1号的时候上涨2.56%。那只股票来讲话，还是有机会持续的过高。大家讲话有时候需要耐心的等待。我们看一下2492。OK， 好，这边跳过缺口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缺口。缺口不补的话，我认为还有持续过高的可能性，这就是一个操作逻辑。然后第二档股票跟大家持续的追踪叫做嘉邦。好，嘉邦6284呢是华新科持股占30%的子公司，营收占比占四大产品线，营收占比为天线56%，保护元件12%，功率电感是23%，滤波器以及高频电感9%。好，那嘉邦主要做的是 GPS 的天线，占全球市占率在达30%，目标挑战50%。GPS 的天线主要用在于汽车，一辆汽车需要2支天线，但是电动车一辆车估计至少要8支天线那么多。所以嘉邦呢，各位那时候跟大家分享是发散格局，社会布局车用，过去在天线布局的能量已开始蓄积，预期未来有期望持续受惠。10月30号的时候。
后下跌 1.59%。那么看加邦6284，今天来创下近期的新高。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各位，我可以跟你分享过，它的上涨过程之中，如果真的是买错没关系，拉回来找买点，持续就慢慢的过高了。这就是个多方股票的定义，所以你也不用太害怕，股票会过高，就是在一个多方的趋势。我跟你讲说，趋势大于切，趋势大于形态大于 K 线。你 K 线丑丑没有关系，它只要拉回来，拉回来以后还是持续过高的话，或许稍微等待一下，因为人的话不是圣人，每次买的话。就一定要常常涨停板，这非常非常少。如果说有时候真的买进去以后，稍微拉回一下，往上涨过高，就稍微等一下，会就慢慢的过高。所以很多股票来讲话，真的都是属于等来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是比较属于一个实在的一个操盘者的话，应该说是等来的。但是如果你是属于一个比较心急的投资朋友，喜欢常常短线获利的话，我认为就是追来的，看你是什么样的属性的一个客户。如果你喜欢常常找标股的话，当然讲话，你的心态上一定是短线要赚的非常非常多，这就是操作的逻辑。其实我的股票来讲话，很多都是属于当冲的一个股票，毕竟我股票非常强，我也知道，如果你当冲的话，其实都很容易赚得到钱，这我也知道。所以很多档股票来讲话，只要维持的多方格局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的物。所以各位，跟随市场轮动，操作永远领先，这非常重要。所以跟着我，各位逢低进场再赚一波，这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朋友的我们的股票的话，其实很多的话，欢迎加我们的 Line， OK， 欢迎加我们的 Line， 第一手标股将与你分享，这非常重要。所以各位，如果你有任何上持股的问题，欢迎来电洽询，让专业帮你。也谢谢大家收看，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